点，快点，快点！列队，列队，列队！快点！哎，排好，排好！二，三，左转。你一定会问，这是星期一周会吗？为什么我们要整齐列队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我的爷爷是一位中学校长，但是现在退休了。家里的所有事情都一定要照着爷爷的方式去做。看来精神饱满，衣服也很有过年的感觉，而且互相搭配，我很满意，不错，不错。女儿，你的心理健康怎么样？你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有找到平衡吗？我们一起拍 video 好不好？最近流行什么？不如我们互相 follow 大家。爸是不是有病？他是不是中了降头？为什么他好像不太正常？还是我们找个师傅来看他？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家庭会议。家庭会议，什么事？爸，过来坐。爸，为什么你做那些奇奇怪怪的事啊？其实我时日不多留。去，胡说！其实我是想让你们知道。我，AI 是爱的拼音对吗？志宏上次教我的，所以我就以为这个爱可以教我怎样爱你们。女儿，你的心理健康怎么样？这么多年以来，我对你们的管教总是那么严厉，我们的关系一定疏远。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要如何开始，我就想试一下新的方式。爷爷，我们都知道，其实你是很关心我们的，
以后你不必用什么 AI 啦，你只需要说我爱你。我爱你们，我爱你们。